大家早安，今天呢是礼拜六，然后今天天气超好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，我就是我的早餐今天吃的算是跟我以往的影片来说是非常非常少的，那是因为我最近呢在开始我的健康新人生，就是我正在减肥，我吃的分量会减少之外，我的睡眠时间也有所调整，最近都是差不多早上六点多会起床，然后晚上十点多的时候就会去睡觉。上一支影片我的脸真的是圆到一个爆炸，那个时候是10月4号拍的影片，然后今天是10月31号了。我的脸，我自己从镜头上看起来好像是有一点差别了。那这个是我最近在做的事情。然后刚刚吃完早餐了嘛，我现在准备要去菜市场买一下菜，因为我现在中午也都是会自己带便当，然后我会在假日的时候去把一个礼拜的菜先买好，然后每天晚上回家的时候，没有每天啦，差不多2天会煮一次，所以我现在基本上在公司都是带便当的。我去完菜市场买菜之后，应该会去全联买一下那个韩国的辣鸡面，或是它的辣泡面，因为我最近有在做饮食控制，所以我其实晚餐都不太吃，但是我就是很喜欢看那种就是韩国的频道，然后他们就一直吃那种韩式料理，然后我想说好好好，没关系，因为我中午都是带便当嘛，所以我如果想要吃那种泡面类的，我就一定要等到假日的中午才有空来煮，所以我就好，我这个假日我一定要吃，所以我等下打算去全联买一下泡面。我还不确定，我原本是想吃汤的，可是今天这么热，就又有一点改变心意，想要吃那种干的。对，所以我们就看状况。全联买完菜之后回家吃晚饭，我等下下午有预约了要去洗我的牙齿。对，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前阵子太常喝咖啡，所以喝到我的那个牙齿都黄黄的，所以我想说定期去洗牙好像也对自己的那个牙齿会比较好一点。好，那就大概是今天的行程大概会是长这个样子。那我们就准备出门去买菜。我真的觉得在菜市场买菜其实还蛮好的，是你不用一次买像在超市买那么大的量，然后它的平均单价其实也比较便宜，所以我还蛮推荐如果你是自己一个人煮饭吃饭的话，可以去菜市场寻宝，就是总共一个礼拜的菜买下来才顶多几百块，两三百块而已，就是超级划算超便宜，然后又很健康。好，那我们准备出门。今天要背这个 Bera Bera 寄给我的公关品出门，这是我第一次把它背出门，噔噔，然后我要带这个购物袋去买菜，是不是很 local？
Is it possible for us to feel this way forever? I hope you'll always be around, even if I fail. You are like a summer breeze that I must inhale. Is it possible for us to feel
嗨大家，我现在已经回到家了，然后我已经洗完我的牙齿，噔，我想说我可以在家里画一下画，等下再去那个东区那边，我来补一下我的口红。刚洗完牙，直接口红都不见。今天用的是之前拍过影片的克兰斯705号。我很久没有用这个颜色，我觉得超好看的。好，就这样，那我们可以来画画。They say
家，我现在已经回到家了，然后我准备要卸妆，然后运动。我最近少喝牛奶，其实皮肤已经有好一点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又长了一个大痘痘，但是其他这里啊的皮肤状况已经好很多了。我今天是用这个画的，这个散霜。
家早安。那现在呢，已经快要12点了。我现在呢，要跟我朋友去吃午餐。难得今天礼拜天，然后我想说我可以去吃一间，就是我朋友说还蛮好吃的餐厅。对，那我们就准备出门。
Was it gotta be me? What the hell am I supposed to do?